那我现在呢是已经上完保养品，现在是素颜的状态。那我现在用这一罐防晒，我现在就是雀斑这些。我必须要跟大家讲，防晒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以前就是没有乖乖听我妈妈的话，就是要做好防晒，要戴帽子、撑阳伞都没有，我这些都没有做，所以呢，就是导致我现在雀斑非常的多，还加上我生完小孩之后呢，黑斑就马上就爆出来。那它这一罐呢，它的用量非常非常省。虽然它一罐的价钱呢是1800到1700左右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一罐的用量大概可以用到2个月左右。那我就是用这样一点点，我先用这个半脸好了。可以先看一下，现在是这个样子。它这个是没有分色号的，所以你就是擦过去，你用手这样拍打。我是觉得它遮瑕度算不错，它不差啦，但是它你不可以拿它来跟遮瑕膏或者遮瑕液来，这样你没有看得出来两边脸的差别吗？这边是已经擦完，这边是还没有擦的。我雀斑超级深，而且超级多的。那我看这边，它大致上已经有遮盖到70%了，那它有一小部分是比较深的，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可以遮盖。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校正我的肤色，就是两边脸差很多。那我要再次声明，它是防晒乳，它总共的话是有 SPF 50+，还有 PA 4+。大家都会觉得说防晒系数高的是不是就会非常油，而且很厚重？那你们自己看一下，我已经上完这一半张脸了，你觉得会有厚重的感觉吗？非常的滋润，因为我自己是干性肌肤，非常干，是干到那种会脱皮的那一种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上妆的话，它其实是非常服帖的，而且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水润，延展性非常好。所以那我们就把这半张脸把它一起把它用完好了。那之后你就是可以去上蜜粉，就做定妆。这边的话是我刚上完蜜粉，比较呈现雾面的感觉。那这一边呢就是比较奶油肌，有光泽。如果有上蜜粉的话，当然定妆会比较好，它妆感会持久比较久。所以我自己个人是喜欢有上蜜粉的感觉。这样子就完成底妆喽。